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啊，春天来了，秋天来了，秋天最后一句读错了。今天我女儿班上要拍，学校里面要拍日历，每个小朋友可以穿自己的公主裙去，好漂亮呀！他们打开来看一下，把衣服脱下来看看里面，像个小公主是不是？哎呀，其实我女儿的性格有点像女汉子。嗯，哎，好好穿。怎么了？就是把衣服穿好呀。那比这样。就这样给他配的去，还要带一个毛茸茸的玩具去，是不是？毛毛在哪里？欧阳毛毛在这里。毛毛。一个心。嗯。好。好了，我们走了。嗨，大家好，我是生活在爱尔兰的可可姐。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关于小孩子在国外学中文的事情。其实对于在国外生活的小孩来说，学中文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需要父母付出很多的精力。像我周围的朋友，不管是父母是中国人，还是说像我们这种中西混合的家庭，小孩子说中文的很少。有些就是中国家庭的小孩都基本上不会说中文，因为他们在这边生存的环境，语言环境就是英语。小孩子嘛，就是说哪种语言对他来说简单一点，他就说哪种语言。所以久而久之，很多的中国小孩在这边都不太会说中文，就更别说是小孩子写作呀。然后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像我女儿现在同时在学西班牙语和德语，这两种语言对她来说也是外国语言，她学起来就很快，进步很快。但是中文我真的是一直在坚持，家里一直就是坚持跟我女儿说中文，跟我儿子说中文。像我女儿吧，说还好，但是读跟写这方面的能力真的是很难很难跟得上。我也是一直在家自己教她，拿着国内的小学课本，每周跟她上两周的语文课。但是因为他接触的少，他可能他当时记住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然后你再回去叫他写那个字的时候，他那个笔画根本就像画画一样的把那个字是画出来，不是把字写出来。我给大家朗读一个诗。一个诗。一本诗。一本诗。一只诗。一篇课文。一篇怎么是一个片？一篇课文。春天吗？
and a swallow migrating, and a blue in the sky and a chill in the flow telling me that it is autumn. 结束了，写得很好，都是你自己写的。对，给妈妈看一下那张纸。Very good，非常棒。Keep going。对。吃饭，开晚饭了。看我今天做的，这个是烤羊肉串。雅雅说想吃羊肉，我就放到烤箱里烤了。然后白灼芦笋跟生菜，这个生蚝在这里卖的一欧一个。今天他们都不吃，就我一人吃，所以我买了10个，就只我不是烤的，真的。然后撬开，直接蘸这个神仙蘸酱，这个蘸料是我的最爱啊。然后还有他们吃的土豆炖鸡腿鸡肉，这是他们，就是老外，我家老公也会吃这个，他只是这个没有骨头，能看到吗？这种鸡胸肉就是给他备的。开饭啦，开饭啦！干杯，干杯！干杯 ，Pokemon！干杯 ，Son！ Thank you。干杯，干杯！To Zag on the beach. Good boy. I'm a baby. I'm going to teach you Chinese today. Good. And I learn about... So you're going to be learning about different types of fish. I can say anything in Chinese. Okay. What is... 今天在干嘛？不是。Fish. No! It's you.What is tadpole? Tadpole? Yeah. Show you. No! It is. No! Kudo. 对了 Kudo. Kudo. 青蛙呢 What's frog? Chong子 Then what's frog? 你教教他是你刚才讲那个听阿雅教他讲那个 Blue Chong子就是带那个儿子的那个音鹿虫眼儿，鹿虫子 ，no， 大虫子，小的，四十四，Awesome, isn't it awesome? No. Okay, say this. Seashells on the seashore. She sells seashells on the seashore. Yeah. Okay, I have one. 中国的 okay. 中文。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What? 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Wow. That was bad.